姜蒜一下锅，虽然它东西不太多，这两个就顶开一大锅，你知道吗？呸呸！哎呦，呸啊呸！哎呦，老抽、醋，家里有点条件，来点蚝油，油油油！哎呦，又跑出来了哦！哎呦，不贵呀、啊，呛死！这是每个男人都不喜欢进入厨房的一件事情，太油太呛，是不是？然后要个双击他还不给，要个双击给不给？给一个，点两下就可以。咦！我生怕他砸了我，你说对不对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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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直晃脑袋不说对。嗯。嗯，这家伙一拍他这触摸，就跟我一样喝醉了。你喝醉了吐啥？双击给一个，再不给，流量直接转了，你知道吧？给一个。双击，海螺，哎呀，倒出什么一堆出来呀、啊？这黄还断了呢，去他哥了！这个黄断断了吧，不要了，先放在这边吧，太烫了。光看不赞，哎，我就知道你是光看不赞呢。你就照着我这个步骤这么做，你知道吗？葱姜蒜一炝锅，东西给它放进去。给它放进去，对对，醋知道吧？多放一点，老抽，哎，别放太多。有蚝油呢，可以来点蚝油；没有蚝油呢，可以不放蚝油，就这么简单，你知道吧？呸呸呸！哎呀，喂，哇，哎呀！水呢？哎呀，拿水哈！哎呀，给个双击，你就照这样做就行了，不放盐跟味。来，去！哎呦，哦，有点烫，这上面这边还好一点点，这下面有点烫。他的意思是什么？哎，哎，起来，你在那里，起来，你在那里，你。老是趴在那里，嗯，嗯，这脑袋瓜打嗡嗡的，脑袋黄都打得稀碎稀碎的，嗯，喜欢是吧？给一个，给一个，马上六一了。咦，海螺，呀，甩出去啊！哦，甩出去还是烫的，不过可以吃。
我知道你，你要说什么？不用说，一切在于心里，我明白，对不对？只需要给我个双击就可以。吃海螺，配点大蒜。双击给一个啊，有点尴尬，就是。这所有蟹好像有黄，哇，这不能浪费。美味，那种丝滑丝滑，啊，很嫩。双击，双击给一个，哎，小虾，红烧，去不去壳无所谓，对不对？这样去壳。给孩子吃，不去壳我们就自己吃。那鲍鱼，你看，啊，哎呀，取出来这个，后面这个绿了吧唧的这个，别吃，就像这样一大块肉，棒棒哎，对不对？这是咱们昨天晚上赶海的时候发现的这么一幕，老铁们啊，海葵吃这个小虾滑棒，也不知道是为了吃还是为了扫。有的时候你别说，挺羡慕其他的主播的啊，随随便便发个作品就有那么多老铁给个双击，而我凌晨两三点拍这个视频，想要个双击都没有。老铁能不能给我一个双击？